大仔，点啊，安卓哥？出门未啊？你咪揸车嚟接我啊？你开到声，我咪送你一程点话啫。今日算坐管，注意安全啊！冇人陪跑，好闷嘅。喂，有咩路安排咗先讲啦。空咗啲人揸噶啦，有到迟到呀！真咁嘅大佬，吔屎啦你！和世纪的坐管喇叭真名叫刘志广，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，相信是他们自己人做的。现在他们社团的毒品生意已经停了，在新的坐管选出来之前，他们的幕后老板金先生很有可能会出现，今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而新的坐管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。他们已经打足一个礼拜了，就看看今天边个可以赢。今天仲使等了，个仆街仔可能已经被人斩死了，他理不到了。而家開始算。算啊！嗰種會唔會住？少少少。啊！你條仆街仔，乜你呢度魚咁，嗰度種咁樣？嚇！喂，使唔使幫你叫你白車啊？出唔到。金先生有嘢講。稳定，我要做生意，你点解我唔理？我净系关心我嘅生意几时可以开始。你如果你冇金先生支持，呢个位置可以坐得几耐？和世纪走到今时今日，靠嘅系乜嘢？靠你啊？亦或靠你？如果金先生冇俾货我哋，冇俾钱我哋赚，我哋字头一早就冇咗啦，黎叔啊，咁金生嘅意思系？金生话坐官要选，由佢选，
但喺算之前，金生一份禮物要送俾你哋。我查到喇叭嘅司機烏蠅係警察嘅卧底，喇叭嘅死實同佢哋有關。咁我都要送份禮物俾班差佬。陳 Sir， 你有快遞啊？哦，好，唔該。之前嗰單 case 嘅快遞。老李，呢啲普通交易嚟嘅啫，需唔需要搞东搞西，搞咁复杂啊？需要。今次金生会嚟，交易完成之后，金生会喺你两个之中拣一个，公平公正。公平公正，有边个唔知道你同佢讲子弹，佢帮你挡刀啊？点公平公正啊？咁你的意思即系唔相信金先生啦？嗱，老李，你最好真系公平公正啊！成几千万嘅货，小心啲。好啦，你冇出年先嚟。宋坤，你就是金先生啊！你唔好理我哋系边个啊！啲货喺度啦，交易啊！我净系同金先生做交易嘅啫。我喺度。唯有开人，上手铺头，否则开枪。大哥，好你咁多，快点啦！大哥，走啊！走啦！大哥，走啊！追！
我已经申请了涡轮，全城首部在逃人员。皇上，韦上，查过晒啦，揾唔到毒品啊！咩话？问下你嘅 U C 而家咩环境？已经通知咗个会查，但系暂时联系唔到。六个伙计重伤，买家走甩咗，赃物又唔见埋，偏偏呢个时候联系唔到，而家搞成咁，点同阿头交代？都唔系冇收获嘅，最起码打死咗金先生。嗯，咁又系。啲差佬好似一早知道我哋喺度，恭喜兄弟！我怀疑我哋呢度有鬼。你咁样望我，你唔系怀疑我系鬼系嘛？但我而家怀疑你系鬼嘅。金先生冇去。金先生唔想揀只鬼做坐管，所以特登我批服出嚟捉鬼。你笑乜嘢啊？你咬你？我咬？你睇笑得几卵假？身有屎。看看誰是鬼，殺得乾淨一點。搞定了，到你啊。你要叫我的啊？你对鞋呢？整到成身都血啦！老黎，而家点收货啊？吓？大佬，执翻件皮褛啦。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，咩嚟噶？咩嚟噶？
跟踪器啊！而家断正啦啩？你点解释啊？啊？呢个唔系我嘅，唔系你，件褛唔系你噶，件褛系我嘅。家姐系啲靓仔攞入嚟俾你嘅。喂，我点知道入边摆嘢噶？头先咩搜过晒，咩都冇噶啦。而家家姐只有你同你啲靓仔点我件褛。孔雀，冇屈就屈啦。你唔系嘛？你唔做老走差晒啊！而家你可以打横嚟讲噶啦。你当我淡淡地噶？老李，你唔系而家仲要揽住佢系嘛？喂，你唔喐，我喐噶啦喎。我知道，发生咩事？咩事？阿嫂，点解嚟咗嘅？陈伟喺咪入边啊？喂 Sir 啊，喺入边啊。陈伟高级督察，我是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戴鹏鹏，我突然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，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。阿爷，你同兄弟出去比比先。西九龙重案组，伟 Sir， 伟 Sir 被 ICC 带走咗喎。喂，查询路径嘅。咁大力，我去耕田。入过嚟。唔好打，走啦。我打唔掂就两个上啦，平时咁多嘢讲，你睇你哋。哇，佢好打得，好犀利啊！啊，叫我嚟，走。条扑街仔都几抽得啦！大家同我一个字讲，我而家俾个机会你同我只抽，俾你睇下我孔雀点样开你。上次搵我单嘢咪同计，我今日唔收先佢。好啊，出咗去先再算。
哋收到举报，为你收受贿赂。呢份系 transaction list， 显示你嘅 private account 喺今晚8:10收到一笔由太空 account 汇入嚟嘅500万港币。就凭呢500万，我哋可以引用防止贿赂条例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入边嘅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嚟控告你。麻烦你解释下呢笔钱嘅来源。我唔知情喎。据我所知，成个行动都系你策划部署。行动之前，就连你阿兄王 Sir 都唔知具体内容。但系行动失败之后，一直同你联络嘅 UC 都无故失踪。咁我推测就只有一种可能性。你就系嗰个黑警，你系咪出卖咗你个 UC 嚟换呢笔钱？你会唔会漏咗一种可能，就是有人陷害我？你唔好同我讲，嗰个联系唔到嘅 UC 陷害你。我唔知系边个啊，咁就需要你哋去查啦。放心啦，呢度冇人知噶。溏心蛋汤丁，趁热食。攞人走啦！走，走一边啦！而家黑白两道都怪紧你啊！关你事。今晚大浪湾码头9:00有船，你避下啦。我避咩避？你唔好理啦。我帮你去揾黎叔倾下。倾咩啫？我使乜你帮我揾阿黎叔倾啊？我而家搞唔掂咩？你搞咩掂啫？而家成个字头都系你系鬼啊！系得黎叔信你嘅咋？咁你信唔信？咁你系咪啊？即系我系唔系定唔系？系唔系先得噶？啊？咁你救翻嚟做咩？你救翻嚟系啊？你唔救翻嚟唔系啊？你成世人都系咁。呢杯迎婚你，Toby 啊，公共巴士嚟嘅，你唔嫌污糟，我都要污糟啦！报警问你讲咩啊？我就系讲你啊，点啊？我中意，你吹啊！中意啊啦！哇！嗱，以后唔想见到你啊！唔好扫兴啦，我哋继续玩下。玩咩啊？边度想同你玩啊？你好嘢！you
仔昨晚被雷救了，我看他的样子好像火鸡文一样。你确定是他？戴着口罩怎么认啊？不过你忍住，你知道他以前跟你仆街仔一起的啦，二五仔勾二嫂，很正路的。行了，最近心情不好。冇嘢。不如过两日去澳洲玩翻个礼拜。最近天气唔好啊，我翻去叫陈医师再帮你睇下只脚啊。开车。胡英现在在医院，可能这一世都醒不回，警队里面一定有内鬼。为了保护你，我delete了你的快乐，是我叫 ICAC 查我，帮我找到重运组的内鬼。那就快了，金先生拿这货引鬼出来。怎么知道引到我？现在黑白两道都刮紧你，你都去比一比先啦。等我搞定呢单 case 之后，再俾你归队。归你做咩？困咗行啲手术堂，我学堂出嚟做咗几个礼拜差人啫，打入黑社会廿几年。吃有收數追陀地我識啫，你以為 yes sir？ 我而家人命關我唔撚事，係人係鬼你可以揀。我一揀咧，係你叫我做鬼噶。總之啊，掛唔到金山出嚟。脱唔到香港毒品市場，我一日都唔會翻嚟，我一日都唔會歸隊。你留喺社團會死嘅，你咪想好似烏蠅咁啊？我有辦法，不如你幫我。老黎，你有冇眼光噶？你好收唔收收条呢系二五仔，佢害死你啊！你小心啊，林老过唔到世啊！如果你真系鬼，
我呢只脚就不得好冤枉，净系我信你系冇用噶。俾时间我，几耐？一日、两日，抑或三日？听日，我听日同你捉鬼。以你同陈伟高级督察共事咗咁多年，你有冇发现佢最近有咩反常嘅地方？冇，我相信伟 Sir， 佢点会有问题呢？你哋咪搞错咗啊？你仲系佢女朋友添，佢平时有啲咩举动你唔知嘅咩？你哋 ICAC 根本就喺度搞事。你啲人咧？佢又一只鬼啦！嗰日我意外到入去追踪器，就系佢摆入去。仲有啊，佢唔单止系鬼，你之前嘅货亦都系佢攞咗。另外仲有一样好惊喜嘅就系，你估边个敢食金钗入我？寶寶啊，我啲貨呢？呢度咁黑，開燈。老黎，賺少少外快啫，不如咁啦。我唔做坐管，摆翻两围就咁少少嚟。行长，早就知你犯骨噶啦，今生啲货都敢喐，好在阿生喺度啫。啱啦，成班犯骨仔喺晒度，一次过做低晒佢哋啦。阿生，咁你今日要帮字头清理门户啦。你咩身份？叫他来做坐管咯，咁多嘢做咩啫？吓，冇讲咁多，打紧噶啦嘛，嚟啊！Whoa!
仲有一件，你自己嚟，呢话我帮你解决。细哥唔好啊！细哥，细哥，俾次机会啊！细哥，细哥。细哥，你放过我啦！我跟咗你咁耐，你俾条生路行下得唔得啊？你跟咗咁耐，你算够哥啊！食我夹棍，系我鬼眼眼啊！你啲货我俾翻金生，你放我走得唔得啊？古惑仔食古惑仔夹棍有听过啊？差人食差人夹棍都有。PC9271，邱俊阳，细哥。我求下你啊！你帮下我啊，细哥，你帮下我啊！你好大胆啊！金先生，你都敢食佢夹棍，你真系唔怕死啊？十分一价钱，有钱唔稳啊！不过我中意你够扑。带你见个人。喺嗰边啦，喺嗰边啦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好，小心啲，小心啲，小心啲，中枪嘅，冇事啊！拖佢上嚟先，拖佢上车啲。老师帮手，小心啲啊！小心啲，嚟嚟嚟，忍住啊！做生意系好讲诚信嘅，你呢只嘢，梗系咪孔雀嚟食我啲货？我都唔想嘅，系孔雀捉晒我啲屋企人啊！牛佬啊，如果个个人好似你咁样讲，咪个个都可以食我啲货啦，系嘛？啊！你含多次，如果可以打到个窿度咧，我应承你，放晒你成家人 ，OK？ 嗱，摆个波嚟。哎呀！你真系唔好彩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入去饮杯嘢先，啊，收埋啲手埋，哎，请请请，何生，呢个叫阿生，呢位何天泽先生，我谂你识佢噶啦，香港大名鼎鼎嘅商业巨子，亦都系我哋和世纪嘅金主金先生。九样九样，我称呼你何生好定金生好咧？第一句嘅，叫何生。曾经有个生意人叫李超人，他讲过一句说话，就是做生意不可以做死一样，哪样赚钱我们就做哪样。你知道我做那么多生意，有些事我就不方便出面，我想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做生意。阿生他有情有义有担当，而且真的信得过你叔一个人，我认。咁嚟做，系啊。上次嗰单嘢，因为冇证据，所以警察差传唔到你。阿何生已经揾律师同你搞掂咗。多谢，小事嚟嘅。嚟，以后你就系和世纪嘅新坐馆啦。嚟饮杯。啊，系啦。我同黎叔仲有啲嘢傾，你隨便行下。哦，好，唔阻你。
你忙够未啊？好，我见三更半夜，一个人游闷水，唔介啫。你系我爹哋嘅客人，算系啦。点啊？唔够胆饮啊？杯酒本来系我，点会唔敢饮先得？落嚟一齐水啊！我做成咁，你咁多人点游啊？哎呀 ，Peggy 啊，你放过佢啦。Daddy 啊，我同佢玩下啫。下次得闲再同你玩啦。何生，你个女都好大胆喎。我啲生意啊，都冇佢咁难搞。王 Sir， 唔好意思，阻咗你咁长时间，你可以走啦。查到啲咩啊？的确系有黑警，不过唔系你哋部门，伟 Sir 都系俾人冤枉嘅。有结果，到时冇浪费大家时间。我都话噶啦，有咩可能系伟 Sir 啊？佢系你男朋友，你仲唔了解佢咩？我送你，唔使啦，你忙啊。好啊，你啊，放心啦，医生话佢冇咩大碍，过几日就可以出院啦。恭喜你做錯管喎！咁你見到金先生未啊？見到。佢係邊個？唔讲得啊，咁即系唔信我啫。家阵就系得我同黎叔知道边系金山，万一件事穿咗出去，我咪好大镬。咁好，但我希望接落嚟，你要同我保持联系。你话我家阵坐管嚟咯，几晚都有望住我。依日见到我同佢差行得唔埋，好大镬噶我。咁啦，你等我消息，我有咩消息通知你。啊，仲有啊，麻烦通知你啲鬼，叫你唔好阻住我哋做嘢。好啊，不如出埋辞职信俾你，等你专心做坐管啦。好喎、啊，反正我 file 都删埋啦。话时话我家阵举动你都冇人知道我个内鬼咯喎。哇，做坐管好大杀气喎，怼多两刀，怼多两刀，你估我傻嘅咩？坐管嚟噶嘛，使我喐手？
由今天开始，我哋一齐进入新嘅和世纪。好。三个好。哇！开 party 喎，啊！呢啲系金先生祝贺你做坐馆，送俾你嘅礼物。多谢啊，黎叔。要多谢啊，多谢金先生啦。冇你，我边有今日先得噶？呢度所有嘢，你要占一半。如果波波醒咗，你话俾我听。仲有，你最近都唔好成日去啦。威 Sir， 哦，王 Sir， 我收到线报，有个新嘅交易，金生有可能会趁此出面。点啊？我冇收到线报啊。问下你个 U C 系咪出咗咩问题？一般新嘅坐馆上位，金先生都会通过黎叔发布信息。今次佢亲自出面，会唔会系国际刑警讲嘅咁？大买家泰勒真系要过嚟？冇错，呢个可能性好大。好，我再同条针勤分享。你哋要跟到几时啊？阿嫂，我哋都系做嘢，唔好难为我哋啊！咁我要换衫，使唔使跟埋入嚟啊？最近出面多了很多货，但拉不到人，而且国际刑警收到风，最近会有大件事，你知不知道？泰国那边有人过来，肯定这几天就会有交易，我会再查清楚。你自己小心点，有什么不妥就放弃任务。系啦，你其他 U C 咧？点解会突然间联系我嘅？我有条线突然间断咗，到而家都联系唔到。
是不是阿珊？你个仆街！警队有规矩，我有劝过你回来。条路是我自己揀的，我一定会走下去。何生，黎叔，何生，你嚟咗何生。啊，阿生，啊，你将社团同何生嘅生意搞得咁好，何生好满意，所以何生有所决定。生啊，今次同太立大生意搞掂之后，我都谂住退休，所以。本生意都交俾你去打理，你何生何生，今次啲交易一定要妥妥妥妥。咁我哋出发。各位伙计，即刻出发。Yes sir。出发，走。系啦，咁先生，同你计你玩嘢啊！我不是过来度假的，我的货呢冇冇啊冇啊，你咪玩嘢冇肉啦，做生意最糟的就是冲动，你这样啊好难容易死的。何生，啲細嘅唔識規矩，唔好同佢玩。咁生咧，老闆。咁生，好耐冇見喎，泰勒先生。你一批貨應該已經上咗船。放心，我叫啲細嘅過數俾你。今次交易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要介绍个人俾你识。阿珊，呢位是珊哥，以后呢度就俾佢揸飞，希望你哋合作愉快。嗯，老婆，同我招呼泰勒先生同啲兄弟嗰边唞唞。
我好快就過嚟。係嘅，老闆，卡勒先生。我梗叫黎叔好啊，你叫金生好啊？黎叔、金生都系我，不过好快你都可以做金生。我点样先至系啊？我已经完全将我哋交晒俾你，你仲有乜嘢想问我？我是香港警察 PC 二六七二四，我是鬼嚟。我知道，但系你都是我的好兄弟。如果我选择唔讲咧，如果你唔讲，我都可以俾你继续做翻 PC 二六七二四。不过以后我哋唔再系兄弟。咁你仲信我？法律先分黑白，人心只分冷暖。我对你好，但系你从来都冇令我失望过。今日。我徹底知道你的心是向住我，以後金先生你要做卧底，你都要做。只要我哋定期放呢啲俾啲差佬，等佢哋有得破案，咁我哋生意可以繼續做翻。只要你喺度，就等於啲警察幫我哋做嘢。但你信我，唔代表佢哋会信我。我自然有办法帮到你。点解我哋嘅行动会俾人知道？我哋有六个伙计入咗 ICU， 你个 UC 系咪有问题啊？有六个伙计而家瞓喺 ICU， 你点解唔俾了我？咁你唔知真定假，点话俾听先得噶 ？PC 二六七二四，我而家怀疑你知情不报。我都系 UC， 我危险嘅时候冇必要向你透露我嘅情况。你今次行动嘅负责人，你冇收清楚所有情报 ，take action， 令到六个伙计受咗重伤，你嘅责任你要负。最大的责任就是信了你刘一山。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黄思远，你要找警察卧底就是这个。下来那个交易只不过是局名，而真正的金生就是黎生。黎耀辉，三日之后他在大浪湾有个交易。以上料，你算人信，我唔信。
你怕警队查到你是黑警，所以你明知这个交易是个局，都不惜牺牲整个重案组，还想杀韦 Sir。 好，现在这宗案子已经有新的消息了。我在 ICAC 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见过好像你这么丧心病狂的人。你等着法律制裁吧。是啊，警察举高手。上。帮我自己看。一个王 Sir 再借他们手做得丧困，两道钱财，今次他们一定信任你。这两坛事你的上线实在官运亨通，有这些 win-win 的事以后一定有长左长右。一于这样继续下去，只要将其他贼家打沉的话，我们垄断市场就指日可待。耐不耐再放这条出来，等你警队立功，到时黑白两道他玩完了。哎，sorry， 不得意外先。喂，啊，啲嘢唔啱啊，我太太做错了，哦，麻烦人。你在做什么啊，嫂？收手啦！收什么手啫？我家姐坐我管嚟噶喎。我唔想你行错路啊！我行咩错路先得噶？吓，出嚟行仲要坐我管，人生嘅巅峰嚟噶。呢啲就系你想要嘅生活？呢咁生活几好啊！出嚟大把靓仔跟，开心心。是吧，你无牵挂的。如果有呢？有你啊。阿珊，其实。嫂，我掹手掹脚啊。我女朋友看到会嬲的。
有席位，你想唔想知道佢系边个？这家事我自己处理。你点会谂到你最亲嘅人竟然会出卖我自己？我滴佢出嚟！出出！中伤，冇事，我冇事。放心，我快到医院，忍住。同我分手，系咪为咗唔好连累我？唔好讲嗰啲嘢啦，罗韵。同 Peggy 一齐，都系为咗完成任务，系咪？
我知道你呢十年嚟都冇其他女人，我知道你心里边仲有我，系咪啊？点解唔嚟揾我啊？点解喺身边都唔嚟揾我？我好辛苦啊，好辛苦啊，成日衰人嚟噶，衰人，衰人，衰人，全世界最衰就系你啊！我系衰人，我系衰人，你留我，慢慢。唔好问住啊，慢慢，你继续闹啊，慢慢，唔好问住啊。慢慢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已经好耐冇同你靠得咁近啦。其实你仲有一个牵挂，我帮你生咗个女啊，佢叫刘子姐。你要记住，阿三，点解唔同我讲？问咩我系？点解唔话俾我知系我女啊？我劝过佢，但系佢同你一样咁硬颈。你要嘅金先生所有白事知道，你开心死晒，佢死晒啊！我都好难过嘅，我都唔想佢死啊！但呢个系佢嘅选择，维护法治系我哋警察嘅天职，我都做好咗随时牺牲嘅准备。我发过誓，我哋要维护呢个城市嘅公义。喂，你识刘子晴啊？你唔好掂佢啊！我睇你都知道噶，过嚟搵我，攞埋啲嘢嚟换。如果你想佢死嘅，就报警。你唔好掂佢，我即刻过嚟。阿生，做咩啊？黎少捉到我女。要我攞资料去换佢。你冷静啲啊！你俾资料我 call 俾佢。放开！你唔记得啊？你系警务人员。你冷静啲，我哋一齐谂办法。你俾资料我。你做咩啊？你放开我！
阿山，你俾啲資料我，你冷靜啲啊！大叔，你終於嚟啦！你要嘢喺曬度，放咗我女，至於我，要斬要殺隨得你。你上嚟先講啦，我冇咩耐性嘅咋。呢度有四個桶，其中一個裝咗你個女，不過我唔知道邊個係。我一分鐘放一個桶落去，你自己執生下。好嘢！你想你个女死嘅话，即管开枪。黎叔，放我两个字。得啦，你还翻只脚俾我先。我做低喇叭，俾个坐管你坐。一直以嚟係咁睇住你，仲加埋份生意俾你。你而家話要做好人、為公義，你有冇食懵咗啊你？黎叔，我兩個俾次機會，你斬完殺，除得你啊！放咗你個女，咁你有冇諗過放我？啊？你喺度釘死金先生啊嘛？
我而家就冻喺。我出嚟行咁多年，使怕你呢个刘一山嘅粉肠？我今日唔搞死你嘅话，我啲 furniture 请请，你个女喺度啊？不过你唔好开心得太早，你帮我挡个枪，正话又还翻只脚俾我。我黎叔做人好公道，我俾咗次机会，不过我今次。也无法让回忆肆意增长，不谦让成了个理所应当，怎么样落一个两败俱伤。你可以说我性格张扬，全都一样迁就或背对桑桑，别伪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快点忘自欺欺人的扫荡，称不上大方或性格张扬，为何会两败俱伤？我嫌弃你的偏向，会让我觉得有点丧。避开你露出的锋芒，别跟我斤斤计较，算旧账。我嫌弃你的偏向，消耗变得冠冕堂皇，掩饰不了你做的假象，像被隐形绳子捆绑成倔强。全都一样迁就或对对丧丧，别伪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快点忘自欺欺人的扫荡，称不上大方或性格张扬，为何会两败俱伤？我嫌弃你的偏向，会让我觉得有点丧。避开你露出的锋芒，别跟我斤斤计较，算旧账。我嫌弃你的偏向，消耗变得冠冕堂皇，掩
掩饰不了你做的假象，像被隐形绳子捆绑成倔强。